喂，喂，听得到吗？喂，喂，喂，有听到声音吗？OK，好，好，那我现在就要开始哦，就是，很感谢。那个孙老师跟陈老师来邀约我参加这个读书会。那我今天要讲的这个主题，就是之前陈老师有讲过的那个 Versatile GAN 的加强版。那你等等，讯号视频输出速度过低。不好意思，现在听得到吗？喂？好，那我现在要讲的是那个，OK，好，那 好，那我现在要。开始讲了。那首先这篇 paper 是，就它是 Montreal Institute of Learning Algorithm 和那个什么 Cornell Institute of Mathematical Science，就第二个这个作者是之前做 WGN 的作者啊，所以这个是他们提出来的加强版。那这个它主要是要解决那个 WGN 目前在之前在 training 的时候会遇到的一些问题。好，那我换下一页。这一页是我们目前要讲的主题。首先，我会快速复习一下什么是 WGAN。那这边的内容呢，之前陈老师都已经讲了很多了，那我再补充一下陈老师之前没有讲的部分。那个没有讲的部分呢，就是这个 derivation of control Rubinstein duality 这一块。那这一块呢，它就是在讲这个 earth mover distance，它怎么样把它 earth mover distance 改成是可以用 gradient descent 的 training 方式？那之前的 WGAN 它为了要满足这个 duality 它某一些的 constraint，那之前的 WGAN 它的做法做得不是很好。所以这篇 paper 它的重点就是要改善那个这个 KR duality 它的那个 constraint 的，去满足这 constraint 的方式。那把这个条件把它改善以后，它 training 的效果就会变好了。那最后我会讲这个 improve training 的一些实验的结果。好，就这些是我们今天要讲的主题。好，那我们先来讲 WGN 的部分，这边我会快速带过复习一下。那首先呢，先讲 regular 的 GN，就是我们一般所说的 GN 是什么，也就最早提出那个 GN。那它的 cost function 是这样子，就是在这有一个 value function，那这个 value function 这个 D 是 discriminator。G 是 generator，就是 discriminator 在和 generator 在一个要把 value 变大，那一个要把 value 变小，就是两个在互相对抗。所以它 value function 写出来是这样子。那我们来看看它画出来是怎样。就这个是一个 generator network，这是 discriminator network。那我们在训练的时候呢，会训练这个 discriminator network，要让它的在 我们拿真实的资料，就是 real data，
让 discriminator 把这些真实的 data 把它分类到第一类。这 discriminator 后面有一个 sigmoid function， 这是因为只有 GN 才有，那 WGN 就把这个 sigmoid function 拿掉。那有这 sigmoid function 才能做分类。那 regular GN 还要在 real data 是会输出一。那如果这 data 是 generator 产生出来的，就 generator 是先从一个 prior， 那这 prior 就机器它通常是一个高斯分布，那从里面抽样，抽出来以后 generator 这个机器它会产生一个跟 real data 类似的影像，那一开始这影像可能跟 real data 会差很远，那 discriminator 就可以把这个影像把它分类到第零类。那 cost function 就是这边 discriminator 要把 real data 分掉第一类，那这边是 discriminator 要把 generator 产生出来的 data 把它分掉第零类，就这样。所以 generator 和 discriminator 在两个互相对抗，一个要把一个要产生出 discriminator 分不开的 network， 那 discriminator 要把那个 generator 产生出来的这些 data 想办法把它分开，这就是 regular GAN。那我想这些大家应该都很清楚，就那细节我就不多讲。那再来呢，就是会讲到陈老师上次有讲的部分，我会快速复习一次。就是这种 training GN 的方式到底有什么问题呢？我们来看这个 value function。这个 value function 呢，当你的这个 real data 跟generator 产生出来的 data， 它两个是 disjoint distribution， 就它们这两个分布它们几乎没有 overlap。 那在没有 overlap 的情况下呢，这个 optimal discriminator 呢，它会训练出一个可以完美把这两群 data 都分开的 discriminator。 那在这种情况下，因为 discriminator 后面接的是 sigmoid function， 那 sigmoid function 如果它两边都太平了，它中间太陡，那就会变成这种情形，就是 vanish gradient， 那 gradient 消失了，就是 discriminator 它没有办法把 gradient 回传给 generator。 那这种情况呢，我们就没有办法去训练 generator， 就 generator 就产生出又没有办法产生出更好的影像，会就没有轨点嘛，轨点变成零了。好，那要解决这个情形要怎么做呢？ WGN 提出来的方式就是用 Earth Mover Distance， 就我不要用那个分用 sigmoid function 分类，就会因为用 sigmoid function 分类的话，就会 optimal discriminator 会发生那种情形嘛。对，在 WGN 它就把 cost function 改成是用 Earth Mover Distance 的。那这 Earth Mover Distance 数学式写出来是这样子。那这个 PR 是 real data 的分布，那 P-theta 是 generator 产生出来的这个 data 的分布。那这个式子我等一下会再做比较详细的讲解。好，那我们再来要来讲复习一下这个，像陈老师上次有讲过啊，但这边我会再讲的更详细一点。Earth Mover Distance 用在 WGN 的好处就是说，这个当 sigmoid function 这个轨点消失的时候，这两群会被完美的分开嘛啊。这样就训练不出来了，可是用 Earth Mover Distance， 就这个是浅蓝色的线，我们可以看到 WGN 浅蓝色的线，就算这两群可以被完美分开，可是你这个线它这里还是有斜率的，它不会像原本这个
红射线一样，到这边没有斜率就没有办法训练。那浅蓝射线呢，在这边还是有斜率，所以它还是有办法训练的。那再来，我要讲一下，详细解说一下这个数学公式。这个 PR 呢是 real data， 我们先假设它是一维度 discrete 的情形，这样等一下比较好解释。那 P 系统呢是 generator 它产生出来的 data， 那这公式的意思是这样，就是我想要把 real data 把它做搬移，然后搬移成跟 generator 产生出来的 data 是一样的。那 real data 它这样搬移过来，那这块这样搬移到这边，然后就搬移成跟这个 generated data 是一样的形状。那这个 x 呢是在 real data 的某一个 discrete 的值，那这个 y 呢是 generated data 某一个 discrete 的值。那 x 减 y 呢就是这个要搬移的距离，也就是说你要从S 等于1，在我这边简写成 S1， 从 S1 呢搬移到 Y2， 就是要走一个，那这个 gamma 这个呢，这个距离就是1，那就这个距离，那这个 gamma 是要搬移的量，也就是说我这一块蓝色的要把它搬移到这块蓝色，这样搬移要搬移多少量，所以这个数学式的意义就是我搬移的距离乘上搬移的量，那我要找最少的然后最轻松的搬移方式，所以把这个距离搬移距离乘上搬移量，就它各种情形的去找出一个最有效的搬移方式，所以这里是取 infimum， 那 infimum 就把它想象成是 minimum 就好了。那这个 gamma 呢就是我要从某一个位置搬多少搬到某一个位置嘛。那你如果是把它有 S 跟 Y 两个 variable， 如果是把 Y 这个 variable 把它全部加起来的话，就只剩 S 就变回原本这个 PR 这个几率分布这样。也就是说呢，比如说 S1 它有这四块蓝色的嘛，你搬到 Y， 你把 Y 的这四块蓝色把它加起来就变回原本这个X 这四块蓝色，所以这个公式的意义是这样。那这个呢就反过来看，你把就比如说这个位置好，它有这三块，那你把 S 的这三块要搬过来，这三块把它加起来呢，就变成这个在 Y 的位置的这一块，所以你把这 S 加起来就这就是 P 西塔的分布。那因为这个 gamma 呢它全部把它加起来的，用你把所有的 S 跟所有的 Y 它加起来这个值是等于1的，所以呢可以把它相乘是这个是一个联合的机遇分布。那联合机遇分布就把它放到这个公式里面，就可以把它写成是期望值。好，那再来我要讲这个Kantorovich-Rubinsky duality 是什么？那这边是先稍微提一下，那后面我们会有更详细的介绍。那这 duality 的意义就是说，我原本这20 mover distance 它是很难解的，因为这种搬移的就它状态实在是太多种，那你要从各种这种搬移的状态里面去挑一个最小最有效的搬移方式啊，就列举不完啊，所以这是没有办法解。那我们要怎么样把它变得比较好解呢？用这个 Kantorovich-Rubinsky duality 来解。那用这 duality 做转换以后呢，它就会变成像这样子。那原本这边是 infimum 是最小值，那变 supremum 是变最，就是把它想象成是最大值。那
这种如果你有学过那个，比如说 linear programming 的课，你就会知道这种就对偶问题跟原本问题，就一个是要解最小，一个是要解最大的。那所以在这边我们后面会有更详细的解说，要怎么样用 linear programming 来做推导。那再来呢，它要满足一个条件，叫这个 Lipschitz constraint。那为什么要满足这个条件？我们后面也会有更详细的解说。但这个条件呢是很重要的。这个东西也就是我们今天的重点，就之后会讲到为什么原本的 WGN 到底哪里不好。就原本的 WGN 为了要满足这个条件，它做法做不是很好。那我今天要讲的这个 improve training of WGN， 就是希望可以改善这个条件，让它训练的效果会更好。好，那在 WGN 为了要满足这个条件，其实 WGN 是用一种很土炮的方式，我就直接把这个 weight 限制在负 k 到 k 之间的某一个数。刚开始这个条件的意义就是说，那个我刚好像漏讲一个东西，就这个条件的意义就在于说，这个方选呢，它的斜率不可以超过一，就它的斜率变化不可以比一还要大。那我要让这个方选的斜率如果不要太大的话，就是限制 W 的范围就可以控制它的斜率。所以 WGN 是这样子。那我们把 WGN 画出来是不是这样？那大部分都跟 GN 是一样的，只是呢有几个有一些小地方不一样。第一个就是在 WGN 里面，我们不把它叫做 discriminator， 我们把它叫做 critic。因为这个 critic 呢，它并不是要把这个 real data 跟 generated data 把它分成两类，它只是要打个分数而已。就 critic 的意思是一个评论家，也就我评分。这个 data 我给它评多少分，那 real 的 data 就给它评分评高一点，那 generate 产生出来的 data 就评分给它评低一点，这样子。所以这个 query 它不是要分类，它就没有后面就没有 sigmoid function。 那我刚刚有讲，因为有 sigmoid function 就会造成那个规点消失掉，那你把 sigmoid function 拿掉就不会有这个问题了。好，再来就是这个 k l i p s c h i t z continuous， 它的意义是什么？就是对于一个方选而言呢，它的斜率的绝对值呢也不可以超过 k。那这个是从 Wikipedia 上面找出来，这 K-Lipschitz continuous 的定义是什么？这是一个方选，那这个方选呢，它就满足这个 K-Lipschitz continuous 的条件，就是说你任取一点，然后画两条斜率是 K 的线，那这个方选呢，它都只会落在这个绿色的区域，它不会落在白色的区域。好，那要满足这个条件呢， WGN 的做法就是把 weight 限制在某个范围。那为什么这样子有用的是，那篇 paper 它也没有解释清楚。那这边我是直接给它做实验来看画出来的这个线会是怎样。那我发现了把weight 限制在负 0.5 到 0.5 之间，它斜率比较小，那你这个限制的范围给它放越宽，它斜率就会变大。那这个方选是一个多层的 neural network， 那它的 activation 方选是一个 hyperbolic tangent， 用这种方式
把 weight 限制在某一个范围就可以控制它的血域，可是这种做法在 WGA 那篇原始的 paper 就有提出说它这种做法其实是不好的，那他们之后会改进，那改进的 paper 就是我今天要讲的。好，那这个就是 WGN 的训练过程，就它会做 weight keeping， 就我们有一个 keeping parameter 是 C， 然后在训练在 update 完这个 discriminator 的 W 之后呢，会把这个 W 把它限制在负 C 跟 C 的范围里面，就是说超出去 的部分呢就把它砍掉。好，那我已经快速带过这个 WGN 的部分，那请问各位有什么问题吗？那如果没问题的话，那我要继续进入今天的主题，也就是说这个 Kantorovich-Rubinstein 这个东西呢它是要怎么推导，那这推导过程呢就可以让你了解说为什么要有那个 K-Dipchy 的 constraint 的存在。那 input chain of WGN 呢就是用更好的方式去达到这个 constraint。 好，那我讲这个 Kantorovich-Rubinstein 的推导呢，这边可能数学的式子会比较多一点，那你要有 linear programming 的基础才会比较了解，那没有的话也没关系，那我会想办法尽量用 high level 的方式 去解释，就你不需要去就如果你听不懂的话就听不懂的话就没关系，因为这个你可能要真的要学过 linear programming 才会比较了解。好，那再来就是讲到这个推导，那我这个推导我是看这篇部落格它上面写的方式做推导的，这是比较简单的版本，因为这个版本你只要会 linear programming 你就看得懂了。那原本 WGN 它那篇 paper 它并没有讲这个公式怎么推导，它只是附了一本书，就最下面的这一本 Optimal Transport Old and New， 那这一本书我点进去看看，它里面的数学都太难了，这我都看不懂。那上面有一个比较简化的版本，那这里面的数学比较难，这个我也看不懂，那我只看得懂最上面这个。那如果你数学非常厉害的话，你可以试着看下面这两个。好，那再来我们要讲一下怎么样把 Earth Mover Distance 的这个问题把它用 Linear Programming 来解。那 Earth Mover Distance 是这样子，那用 Linear Programming 来解，我们先把它弄成是它做矩阵化，然后这个前面 S 减 Y 这个绝对值的部分我们可以把它看成是D 矩阵，这个方向是 X， 那这个方向是 Y， 那 S 值跟 Y 值一样的时候，这个颜色就越深，颜色越深的表示越小，这个值越小，那颜色越浅的表示它值越大。这 D 矩阵写出来这样，就是说 S 等于 1，S1 就 S 等于 1， 那 Y1 就 Y 等于1的情况。对，两个都一嘛，它相减就是零，所以这对角线上面是零。那 S1 减 Y， 那这个总共有十个值，所以 S1 减 Y10 会是九。因为有取绝对值，取绝对值它就会变正的。好，那这个就是 D 矩阵啊。再来看这个伽马矩阵，这伽马
矩阵是这样，就是它我要从哪一个位置搬多少量到哪个位置。比如说这个位置我要搬这么多，搬到这边，那这个位置是我要搬这么多，也搬到这边。那这边这个白色呢，就是我要把这一块也搬到这块，这样子。所以伽马它写成矩阵是这样子，就从 S 的哪一个位置要搬多少量，搬到 Y 的哪一个位置。那通常呢，在伽马矩阵写出来，它最大值呢都会是在对角线上面，因为你当然是要搬最近的距离嘛。然后距离最小是在这条黑色线上面，那在最短距离要搬最多的东西，要这样它才是 infimum。那写出来讲，那这个这有一个 F 就表示说是这个是做 Ehrman Weiss product， 就是说这个 S1 Y1 在伽马的位置呢乘上 S1 Y1 在 D 的位置这样的地方的值相乘，而它乘上它。这样子。那再来呢，就是这个讲完以后，也不好意思，我去接一下电话。好 ，OK， 我回来了。好，那这个讲完之后呢，我们再来看 linear programming 的部分，就是说我们怎么样用 linear programming 来解那个 earth mover distance 这个问题。那 linear programming 呢，就是一种最佳化的问题啊。我们要解 earth mover distance 也是用最佳化，就是说要找到这两个矩阵做 SMYS product 的最小值。那要达到这最佳化，其实是要满足某一些条件。那这个条件呢，有等式的条件，也有不等式的条件。有等式的条件呢，就是这个伽马呢，你把 S 把它加起来，跟把 Y 你把它加起来，要满足这两个几率分布。然后这个你要搬移的量呢是正的，因为你不可能搬移负的量嘛，你只能搬移正的量。对，它有等式的条件跟不等式的条件。那这种呢就符合 linear programming 要解的问题，就是说我要 minimize 的东西呢是某一个向量的内积。两个向量的内积，那矩阵做 Ehrman Weiss product 就可以看成是这个向量内积。然后这边是 infimum 就做 minimize。那 linear programming 要满足的条件呢，就这个条件都是 linear 都线性的，就要满足还有等式的条件跟不等式的条件。因为这个是 linear 的，这也是 linear 的，所以这种最佳化的问题就叫 linear programming。 那我们要用 linear programming 的方式来解 earth mover distance， 就是要把 earth mover distance 这里面的东西呢把它转换成这种形式，然后把左边这些式子的把它写成右边这些式子的形式。好，那再来我们先看 objective function 的部分。 linear programming 的 objective function 是这样，那 earth mover distance 是要 它的 objective function 是这样子。那我们要把下面这个转成上面这个，我们要来看这个 c 要是多少， x 要是多少。那金额就请我们把这个二维的矩阵把它压成是一维的向量，就比如说你原本是10乘10的矩阵嘛，那就会变成一个100维的向量。
那伽马也是一样，原本是10乘10的矩阵，把它变100维的向量这样。那像这两个向量做 C 跟 S 做内积呢，就相当于说这两个矩阵做 M y S product。所以这 objective function 的 C 跟 X 就分别是下面这两个。好，那再来这个真比较难的就是它的 constraint 要写成矩阵 A 乘以向量 X 然后等于向量 B。 那这个 X 呢，我们前面已经有讲过， S 就是这个 gamma。 那 B 是什么呢？B 就是这个 PR 跟 PC 塔，我们要满足这个条件嘛。那我如果把 A 写成这样子，然后你会发现说，这个 A 跟 S 做，然后这个矩阵常这个向量，然后就会变得跟 B 一样，然后它同时也可以满足上面这两个等式。好，这在第一讲解，我们先看 A 的第一排。A 的第一排是。就是前面会有一，然后你到某一个地方就零，你换成第二排是一，然后你到某一个地方又第二排又变零，然后到最后一排呢是最后这边是一。A 的上半部是这样子，那我们看第一排跟它相乘会发生什么情形？就是说这个一会乘到这个，这个一会乘到这个，那这个零会乘到这个，这个零会乘到这个。这个零会乘到这个，这个零会乘到这个，就也就是说呢，第一排乘上它是，就这个这边都是 x1， 那 y1 y2 呢会一直乘到 yn， 是变成说你前面 s 是 x1， 然后后面 y 加起来，然后前面这个 s 是 x1， 那后面 y 加起来，所以就变成 pr， 然后这个 s 是 x1， 第一排是这样子，那以此类推呢，第二排。就前面这两个零呢乘到它没有，然后后面有的部分呢就是 S2 的部分， S2 这边 gamma 前面都是 S， 那后面就是 Y1 Y2 这样一直 Y1 Y2 这样一直加起来，就前面这个条件加起来，这边就 S2 带进去，这是 A 的上半部的情形，看到最后一个你就刚好是 PR 然后 Xn 带进去。那下半部呢，就是有一的部分，就对角线这样A下去，然后再对角线下去，对角线下去。那我们来看第一排跟这边乘，这个一的这个位置会乘到它，那零的位置会乘到它，一的位置乘到它，那零的位置乘到它，这样子。就是说呢，有 y1 的位置会被乘到一，那不是 y1 的位置会被乘到零。那这样乘完就相当于后面这个 gamma 后面都是 y1， 那前面就 s1 s2 加起来，对，就会满足后面这个条件，然后 y 是带 y1 进去。那第二排相乘以此类推，是你结果就是这个 pc 塔带 y2 进去这样子。对，这个是 constraint 的部分。那再来我们要把它转成那个对偶的形式。就我们原本的 primal 的问题是这样子，我们要去 minimize 的 function， 那怎么样去 minimize？ 就我们要解的 variable 是 x， 我们改变 x 可以让这个 function 是去它的值会变小嘛，要满足下面这两个条件。那我转换成 dual 的过程呢，就是variable 的部分呢把它改成是 y， 那其他的 ABC 的部分 A 给它做 transpose， 那原本的 equalities 的这个 constant 呢把它变成是在 objective function 的部分这个 B， 那 minimize 这个在 objective function 这个 C 呢把它变成是在这个 inequality constraint 的 C， 这样子我们把 primal 的问题转成 dual
的问题，和 ABC 呢的值是不变，只是它的位置不一样，然后变成 pose。但我们的 variable 呢会从 x 变成 y。那为什么 primal 问题可以转成 dual 的问题呢？这边我就不细讲，如果有兴趣的话，你可以去看 linear programming 的课程，那就会讲为什么可以这样转。那这边我只是讲说转完的问题有什么样的特性。那转完的我们是要去解这个 g tilde， 上面有一条有一个波浪形状叫 tilde。 那 g tilde 会是原本这个 g 的 lower bound， 为什么？我们的 g 是 g transpose 乘上 x， 我们就把原本的决定方式把它拿过来，然后把这个 x 呢 s 要满足这个条件嘛，那你再把这个拿过来，抱歉我讲错了，是把这个这边这个拿过来，把下面这个拿过来，因为 C 会大于它嘛，那你把它这两边都乘上 X 就会导出这个，把这个公式两边乘上 X 会导出它。那再来呢，我们把 AS 等于 B 的条件带进来以后就变这样子，然后再把这 objective function 它拿下来就变这样。好，那通常的这不等式会一定会成立，因为这写出来就是这样嘛。那满足不等式的情形叫做 weak duality，那满足等式的情形呢叫 strong duality。 那怎么样的条件下可以满足 strong duality 呢？这边我也不细讲，那有兴趣可以去看 linear programming 的课程。那如果满足 strong duality 的话呢，也就是说我们解出 dual problem 的 mesh 这个最大值，也就是 primal problem 的最小值。所以满足 strong duality 的情形，我们只要解 dual problem 就够了。那再来呢，就是 dual problem 它到底是它的 objective function 是怎样呢？我们把前面那些导出来的 ABC 把它拿过来就好。只是现在我们要解的 variable 呢，原本是那个 x 嘛， x 就是 gamma， 那我们现在把它变成是 y。这个 y 呢，我们新定义两个 function， 一个叫 f， 一个叫 g。那这个 b transpose y 呢，其实就是这两个是做 amys product。那我们这样写出来，新的 earth mover distance 就会变成这样子，就 f 的部分呢，跟这个 pr 的去乘，那 G 的部分呢跟 P 西塔去乘，这 F 跟 G 都是我们新定义出来的 function。 我们要解的问题也就是解出这个 function 是什么样的形式。那 dual problem 的 constraint 变成是这样子，我们把 A transpose， 那 Y 刚刚已经写出来了，然后要满足这个 C 也是我们刚刚的东西，那这样子相乘的结果呢就会变成下面这个。就我们现在看第一排的部分，第一排呢只有 FS1 被一乘到，那跟 GS1 被一乘到，其他 FS2 下面打跟 GS2 下面都会被乘到零。所以第一排呢跟它乘，只会剩下 FS1 加 GS1， 那就对应到那它的 constraint 就是 S1 减 S1。 那第二排呢，以此类推，第二排呢 FS1 跟 GS2 是被乘到的，就是它的 constraint 是这个。所以
我们把这个所有这个相乘结果呢，把它写出来就是这样子，就 fxi 加 gsj 变成 si 减 sj。 这边呢，这边我要强调一点，刚有漏讲一点，就是说其实我们原本 g 这边是 y 嘛，那我现在把它变 x， 就我这边原本这个 PRP 系塔，这下面 P 系塔是 Y， 那为了要我要把它 看成是 在同一个维度上，这 Y 值是可以看就跟 S 是一样的，因为它都只有一维嘛，那你一维的话，一维的 X 跟一维的 Y， 是你把 Y 变成 S 其实是一样的，都是一维的。好，那到这边是这样子，那这个公式我们已经写出来了。那为了要满足这个条件呢，所以我们就会推导出这个就是所谓的那个 Lipschitz 的 constraint。就为什么 WGN 要做 weight keeping， 其实就跟这个式子有关。这 constraint 是这个。那我们现在看 I 等于 J 的情形。当 i 等于 j 的情形呢，这个 fsi 跟 gsi 要满足后面这个条件，就是要等于0。两个 si 一样的相减嘛，就变0。那我们的 objective function 是要 maximize 这个 earth mover distance。这两个数相加要等于0。PR 跟 P 系塔都是正的，对 F 加 G 呢是0的情况会是最大值，也就是说这两个是正数嘛，那前面乘上的系数当然是要越大越好，所以这两个 F 跟 G 呢要越大越好的话，就是要两个加起来是0嘛，那如果是两个加起来是负的话，表示它还有变大的空间，因为 PR 跟 PC 塔是正的，如果 F 跟 G 加起来是负的，就表示它还有这个 Earth Mover Distance 还有这个还有机会变大。对，我们要 maximize 它的结果，就会这个不等式就会变成是等式，就是说这个 F 要等于 G， 每一个点都要满足这个条件，所以 F 这个方选就要等于 G 这个方选。好，那我们把 F 这个方选要等于负 G 这个方选，抱歉我刚刚少讲一个负号， F 的方选要等于 G 的方选，对，再加上一个负号，这样的条件把它带进上面这个式子，那后面这个是绝对值嘛，那所以呢变成是它要满足下面这两个条件。好，那这个也就是说它的斜率呢要介于负一跟一之间。这个就是所谓的 one Lipschitz 的 constraint， 它要介于负一跟一之间。所以我们推导出来的 Earth Mover Distance 就是像这样，这就是 WGN 的 Objective Function， 那它下面会有这个条 constraint， 那这个 F of X 就是 Discriminator， 然后 PR 是 Real Data， 那 PC 塔是 Generator 产生出来的 Data、抱歉我讲错，这个 F of X 是 Critic，因为 WGN 里面没有 discriminator。 好，那这边我已经讲完这个 control gravity through Bernstein duality 的推导，那请问有什么问题吗？
OK。好，所以我刚介绍这个目的是，就是为了要推导出那个 E-D-T 的 constraint 嘛。那在 WGN 我们前面有提到这个，它的这个 Lipschitz constraint 是用 weight 批评。那有人问说，为什么？为什么 E-Lipschitz 的 constraint 可以用 weight clipping 来解释，然后，为什么这边的 e 这原本是 e 哦，那为什么到这里又可以变成是 k？ 那这个问题，其实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啊，因为 WGN 那篇 paper 他就这样写，那他也我印象中应该是他是没有证明这件事，那我就那但是他有说他觉得这种方式是不好的。好，对，真的很抱歉，这个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啊。但我自己用，我用一个把这个图实际画出来的例子来说服我自己，好，为什么它可以做到这样子？就我把 W 限制在某两个度，某两个范围之间嘛，就一个是负 c，一个是 c，那这个 c 是某一个 constant 这样子。比如说把 w 限制在负0.5跟0.5之间，它的斜率就会比较小。那你 w 这个限制这个范围呢，然后放得越宽，它斜率就可以变比较大。然后我自己拿一个 neural network 来试，我有发现有这样子的现象。那其实这直觉上来看，因为 W 是要乘上 X 的，就如果它是一个，我们假设最简单的情况，就 W 等于那 Y 等于 WS 加 B 好了，那你微分的斜率就是 W 嘛，所以你限制 W 就是限制斜率，就像一个最简单的 linear function，它的斜率就是 W，你限制 W 就是限制斜率。那如果是经过比如说 hyperbolic tangent 啊，做一些 nonlinear 转换，其实那个斜率也是会受到前面它的 linear combination 的那个斜率的一些影响，所以你只要限制 W 就可以限制这个斜率的范围，但是这种做法其实不是很好。那原本的 WGN 就是用这个方式去做的。好，那再来我要讲 input training of WGAN。那关于前面这个 controllability、Rubinstein duality 还有什么问题吗？陈老师也问。那个上等于 p 的性质呢，是，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primal 问题，好，跟 dual 问题，好，就原本这个上等于 p 就是 primal 问题的 equality constraint，那转到 dual 的这个变成是 inequality 的 constraint。那我们刚有推导这个 inequality 的 constraint 就是那个 Lipschitz 的 continuity 的那个 constraint，所以要做 weight 批评。所以呢，这个离散的那个机遇的那个 constraint 呢，在 primal 问题呢，它被转到 dual 问题以后，就是变成那个 Lipschitz 的 constraint。所以其实这个 constraint 还是存在，只是它用另外一种形式表现出来。那还有什么问题吗？
那再来就是就很抱歉，因为我这边网络频宽其实没有不是很好，可能你们看到的画面就有一些模糊啊，但是我有给你们那个投影片的位置，你们就对照来看一下。好，好，那再来还有什么问题吗？那没有问题的话，我就要来讲这个 input training of WGN。好，那如果你们那边看得清楚就 OK 了。那我这边 YouTube 上面看到画面没有很清楚。好，那我们刚刚已经讲过，那个用 weight keeping 的方式是不太好的。那为什么呢？在 input training of WGN 这篇 paper 有解释， weight keeping 会造成两种现象，第一种叫做 capacity underuse， 就是说 weight 呢被 keeping 之后呢，它只会落在这个 keeping 的这个范围的极大值跟极小值，那就是说 weight 只会变成两种。如果你把 weight 限制在负一跟一之间好了，那它 weight 只会剩下负一跟一两种，就不会有零，不会有中间值。那变成这种情况的话，就它所学到的方程，因为 weight 只会有两种嘛，所以它学到很简单的方程，就 capacity under use。那再来还有一种情形，就是你那个 keeping 的 value 到底要多少，你到底要把它限制在比如说负 0.5 跟 0.5， 还是负 0.1 跟 0.1， 还是负 0.01 跟 0.01 之间啊，那你那个 C 的值到底是要多少呢？这就是一个问题。你如果给它限制的这值如果太大的话，它规点会 explode， 那太小的话会 vanish，就你找不出一个合适的一个 C 的值。那我们现在看 capacity underuse 的情形，左边呢是 weight keeping 的 WGAN， weight keeping 的 WGAN 它的 weight 会落在极端值，就你如果把它限制在负 0.01 跟 0.01 之间， 它 weight 会变这样，就那中间都没有。那 gradient penalty 呢是这篇 paper 就是 input training of WGN 它所提出来的，用这个比较好的方法，它的 weight 值就会给各种都有，各种 weight 都有，那这样它学出来的方程就可以比较复杂。那这边我们来看看 capacity underuse 它做出来它结果会是怎样，就 weight keeping 的 WGN 是上面这一排，那 gradient penalty 就改良过的 WGN 它学出来是下面这一排，那这个橘色的点是 data 的，是 real data 的分布。为 keeping 想要去学这些 real data 的分布，它用的方选就会比较简单，比如说简单的方形 8个高选是这种情形，那25个高选它也是这种简单的方形的方选，那要学一个Switch Rule 这种比较复杂的方向又学不太好。是改良过这 gradient penalty， 它学的方向就可以比较复杂，就可以贴合这个 real data 的分布。那 Switch Rule 这边我们也可以看到它学出来是比较贴合比较好的。好，那再来就是 weight keeping 的 WGN 会有那 gradient 就不是太大就太小，那下面这个维度就 discriminator 有的乘数，那这个是 gradient 的大小。那 discriminator 我们做 bell propagation 是从
后面传到前面嘛。那这个 decorator 还有13层，那你从第13层一层一层往前传，你的这个 weight clipping 的 value 如果太小，你把 weight 现在太小的范围，它每一次往前传往前传这都会越变越小，然后最后这个 gradient 就消失了。如果 clipping 的 value 太大的话呢，这每一次往前传又变大变大变大，它最后就会变得超大，就会爆炸。那所以就这个 C 你就要去试很多种 C 找出一个比较好的 C。 那 gradient penalty 呢，就是用比较好的方法，欸，它 就不会有这个问题，它 gradient 都可以传得下去。好，那Improve training of WGN 这篇 paper 他提出来要达到 leaf tree constraint 的方式，就是用 gradient penalty。 那这条件讲就是当这个 optimal 的 quality 的 WGN， 其实它不叫 deformation， 它叫 quality。 这 quality 呢，如果是 optimal 的情况下呢，它的 gradient 是会是规点的 norm， 因为规点是一个向量，我们算那个向量，把它每一个维度加起来就是它的 norm， 它会是一。不管是在 PR 或是 PG 的哪一个位置，都会是这种情形。那 PR 是 real data 的分布，那 PG 是 generator 产生出来 data 的分布。那不管在哪一个位置，它都会满足 norm 等于一的这个条件。那为什么会满足这个条件？那这个我等一下会来推导。其实我这次没有要很详细推导，就是说 那比较详细的推导呢，是在这原始的 Improve Training of WGN 这篇 paper 里面，他有提到，那他有整个很详细的推导过程，那我这边只是大略讲一下。那我们要满足的是 leaf tree constraint 嘛，那 leaf tree constraint 就是那个斜率要等于一，那斜率要等于一呢，就是斜率就是 gradient 嘛，那 gradient 就是这里就是 gradient 的功能，就它跟每一个维度加起来再开根号，平方加起来开根号，这样要等于一，也就是要满足那 leaf tree constraint 嘛，我们直觉上来想就是这样子。然后满足这个条件的话，就是这个 quality 的 function 是 f， 那 st 就这个 t 是在这两个 distribution 之间的任意一个位置，就都要满足它。那么满足这条件呢，就是说这规点是等于的绝对值。那绝对因为这个是多维的，那就是它的 norm。就是一这样子。那我们再把这个条件呢带到 WGN 的 loss function 里面，这原本的那个 WGN 的 loss function， 那我们现在把它下面那个 weight keeping 的部分把它拔掉，把它改成这种 gradient penalty， 就这个 gradient 的只要让它等于一，就后面这一项。那因为这是一个 penalty， 那我们前面给它乘上一个 lambda， 那这 lambda 就变成是 hyperparameter， 我们就要试各式不一样的值来决定看这项的比重是多少。那这个这边要满足这条件，就是你要等于1嘛，就跟1相减的平方是0，所以Improve training of WGN 它其实是更改了一小部分，就是说更改了这个weight keeping的 constraint， 把它改成这种 gradient penalty 的方式，那其他部分都没改。那要满足 gradient penalty 呢，就是我们要这 penalty 它的比重就是 lambda， 那我要满足刚才的条件，就是不管是在 real data 还是或是 generator 产生出来的 data 的
这两个 data 之间的任何一个位置，我们就随机抽一个位置出来。那随机抽出来这个位置呢，就是 s hat。那这个 s tail 档呢是 generate 产出来的 data， 那这个 x 呢是 real 的 data。那 s hat 就是你在这两个 data 分布里面的随机找一个位置这样子，然后把这个随机找出来的位置把它带进去，再到后面这个 gradient penalty 里面，你就可以让它满足这个条件。好，那 input training of WGN 的部分我已经讲完，其实它就只是做了一小部分的更改而已，但是这一小部分呢是很重要的突破。那为什么我们这边实验的部分就来讲说，改良版的 WGN 呢它做出来效果又更好了。那我们可以从两方面来看，第一种是 architecture robustness on L 上 Bayroom 的 dataset。 architecture robustness 就是说我这个 generator 跟 discriminator 我不管是用什么样形状的 neural network 都可以做出好的结果，就我们最早的那个 DCGN 啊，一定要什么你什么 discriminator filter size 要多大，那个每一层要几个 filter 啊，或是你一定要有什么 batch normalization 啊，要满足各式各样的条件，是各式各样形状的 network 可能只有一种是可以做出好的效果，而其他种都会爆炸这样子，这是最早的 DCGN。 那再来变成 WGN 以后呢， WGN 又比较厉害，可能某一些稍微不一样的形状 network 可以 做出好一点的效果，可是它还不是很好。那我们可以来看看要怎么回事，就最早的是 DCGN 嘛， DCGN 它一定要满足那很多的条件，比如说要有 batch normalization， 然后它的 filter 要有几个啊，这样子的条件，那才可以做出好的结果。所以 baseline 就是用 DCGN 的架构，就满足 DCGN 条件 network 来做训练。那 DCGN 以后呢，有人提出了 WGN 跟 LSGAN。 那 WGN 呢 有两种，原始的是用 weight keeping 的方式，那 input用 gradient penalty 的是 WGNGP。 那 LSGN 的是就有人觉得说 WGN 的数学太难，他用一个比较简单数学做出来效果好像很不错，这个叫 LSGN。 可是 LSGN 它还是不太稳定，然后第一行用那个就是条件最严苛的那个 DCGN 的架构，大家这四种 GN 都可以做得很好。可是我们如果把 batch normalization 拿掉，原本的 DCGN 就做不出结果了。那为什么会变成这样？这个原因很简单嘛，就 GN 会有 mock collapse。 那 mock collapse 就它可能只有学到少数几种的 data 分布，而且 GN 它也会就是会 gradient vanish， 就你做出来的那你 discriminator 学的太好，那个规点已经消失，那 generator 就没有办法学得更好，所以它这看起来就会东西就会都不像真的。那 LSGN 也会这样子，可是 WGN 呢，它因为是用 Earth Mover 底层，它规点不会消失，那对还可以做出一些结果，可是看起来也没有很好，因为用 weight keeping 会有我前面讲那些问题嘛。比如说 capacity underuse 啊，或是你那个 C 如果没有设好的话，它规点还是会消失。那用 gradient penalty 的 WGN 呢，它你就算把 batch normalization 拿掉，它做出来的效果还是很好。甚至呢，这篇 paper 它拿了这个101层的Retrieval Network 来做 training， 之前三种 GN 都没有办法在 Retrieval Network 做出什么结果。可是你如果可以把 Retrieval Network 用在 GN 上面，它做出来结果就会非常
逼真的，你可以看到下面用 WGN 它可以，它 DiscoMaker 跟 Generator 都可以是 residual network， 而且它这个做出来效果其实是这里面算是最好的。那 residual network 它是可以学到非常复杂的function，那它的那个在 image net classification 上它 performance 是最好的，那如果把它用在 GN 上面，它如果学出来，那学出来的效果当然也会是最好的。那再来一个更厉害的，就是我们可以把 GN 用在 discrete 的 data 上面，比如说文字。那为什么传统的 GN 不能用在文字上面？那下面就是传统的 GN， 那上面就是用 gradient penalty 的 WGN。那传统的 GN 它会有 gradient vanishing 的问题，也就是说你 discriminator 如果分的太好的话就没有 gradient， 它就学不出来嘛。就下面这样看都是 D， 就表示这个 GN 它并没有学到什么东西。那要把 GN 用在这种 discrete 的 data 上面会有一个难度，就是比如说 ABCD A 跟 B 中间有没有值，是没有的，可是我们的 neural network output 出来那个 softmax 的它是一个连续的机遇分布，也就是说这个 generator 它 output 出来的值没有办法是 discrete，就 output 出来的不管怎样都会是连续的，因为 SOMAX 它是一个连续的几率分布嘛。那可是文字的东西本身就 discrete， 就是 ABCD A 跟 B 中间没有值嘛，所以它是 discrete。 你一个 continuous 跟 discrete 的东的这样的本来就完全不一样， discriminator 本来就可以把它轻松的分开。所以 GN 它如果用几个 Moore function 的，你就是会发生这种情形，然后一下子就分开了。你那个 SOMAX 的 distribution 啊，不管再怎么样，你都还是 continuous。你人家 discrete 的 ABCD 是 discrete 的，可是如果是 WGN 的话，加上 gradient penalty， 它就可以克服这个问题。就是我就算 discriminator 可以把它分开好，就不是 discriminator 叫 quity， 就算Quity 可以把这两个分得很开，那但是它还是有 gradient 存在。我这个 generator 的 solvex 方程还是可以把它让它变得更像 discrete data 一点。虽然说它怎么样学都还是 continuous 的 data 分布，可是你可以这样慢慢把它变得更像这种 discrete data 的分布。所以这厉害的地方就在这边。那我们就可以把 GN 用在 language modeling 上面。那这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突破，因为传统上的用在 NLP 上面的 generative model 就是比如说 LSTM 嘛，或是比如说像是什么 word to vector 啊这些方式，那它就传统上都是用这些方式。如果我们有一个新的 GN 的方式用进来，或许会有一些突破。那 GN 在 image 方面已经打败了之前的各种的 generative model， 比如说像之前有人提出什么 variation 和 auto encoder 或者什么 pretty Boltzmann machine， 他们都没有 GN 还要好。那我们如果可以把 GN 这么厉害的东西呢用在 language model 上面，那 language model 上面之前那些generative model 啊，或许它也是打不赢这种 GN 的方式。那所以这看起来是一个蛮有前景的做法。那我今天就报告到这边。那大家有兴趣来看的，就后面有列出 reference。那 reference 我是按照时间顺序来排的。那第一篇呢跟第二篇陈老师之前都讲过了，那我今天主要讲的是第三篇，就是这个 Kantorovich Rubinstein duality 是怎么来的，然后为什么要有这个 constraint。 那 improve training of WGN 就是改善这个 deep tree constraint 的一个方式。好，
那我今天的报告就到这边，那谢谢大家，请问有什么问题吗？好，那有问题的话，现在欢迎提出来。好 ，Pivot Label 的历史哦，其实这篇 paper 它就只有提到这个历史，就是它想要去做那个文本的产生，就是我们发现 WGN 它所产生出来的这个文字啊，它好像。就看起来好像是真的英文单字，那一般 GN 产生出来都是第一，也就这篇 paper 它只有提到这个例子。那如果你们想要更多例子的话，可能要我们自己做实验来看，但是我觉得这一块应该是，就你们如果之后想要研究 NLP 的话，可能把这个方式拿来用，应该是可以有很大的突破。那我自己，我以前有做过一阵子 NLP 啊，可是我现在都在做 Computer Vision 方面，我就没有再做 NLP 的东西了。好，那再来陈老师问的这个 Exponential X 加上。一减掉 exponential xo， 那这你说在 character level 这个例子的这个东西是怎么算的？抱歉，我刚刚搞错你的问题了。那这个你是说那个，就 character label 的它，你只是说这个，这个 loss function 吗？character level 的 loss function 我记得应该也是一模一样的。这事我不太确定，我们要再看一下这原始的 paper。其实这个 WGN 它后面，就这个你点进去，它有给 code 的。那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可以看一下它的 language model 那一块是怎么做的。好，再来陈老师还有一个问题，我看看。Algorithm 196就是这个抽样的部分吗？
哦，好哦，真不好意思。哦，原来是这一个。好，那这个的话呢？就这个问题就是，其实我们要，我可能要看一下他刚刚那篇 paper 他给了 code 是怎样，我是没有看啊，就真不好意思。好，那再来这个若以他问的问题，optimal gradient 还是 gradient on 一这个 gradient with on 一就是什么意思呢？后面这个叫做 gradient 的 on，因为 gradient 它是一个向量嘛，那这个向量有很多个维度，那。如果说向量是二维的，你就想这个 norm 就是这个向量的它的长度嘛，然后就是 s 平方加 y 平方这样子，就变成一条线它的长度这样。可是，给我想想看，反正向量的 norm 就是那个它每一个 element 把它平方加起来，然后再开根号，这个叫 norm。那这个是等于一的这样子，对，gradient with norm 一就是说这向量它的长度是一，就是说这向量它绝对值啊，它不会太长，不会太短，白话讲就是这样子。那 optimal quality 会满足这个条件。那为什么这个会成立呢？其实刚刚就有人问过，为什么会这个条件会成立？就是这个也要看原本的 paper，它有一个很长的数学推导，那边我今天就没讲。好，那还有什么问题吗？OK，好，那我今天就到这边。那有兴趣，还有什么问题的话，之后我们在 Facebook 社团再继续讨论。就非常谢谢大家。好，那我们下次再有机会我再去参加你们的 meeting，这样。好，那我今天就到此结束。